下我妹要来找我喝下午茶，现在先去采买一些原料。好久不见，走吧，我们去吃点心。你先上楼，走。你喜欢喝浓的咖啡还是淡的咖啡？淡。淡，没问题。我等一下会冲稍微淡一点。我今天用的这个壶啊，是我比赛的时候用的 ，Barista 的壶。不过比赛用黑色，今天用白色。今天是专门为我这样。没错。说喜欢喝清爽嘛，对不对？淡一点点。我先试一下味道。好喝。来，边吃咖啡边喝，边喝咖啡边吃甜点。那我们可以。我可以先吃吗？好啊，你想先吃哪一个？我会建议你从这个开始吃，对，从味道最清爽的。这个是不是这两道是？这两个是新的，对，然后这个是改版的，对，这个是全新的。你先吃吃看。真的，因为我也很喜欢抹茶。你平常会吃甜点吗？很喜欢。喜欢哦，是没有灵感的时候就会吃甜点吗？基本上。哦，好好吃！我第一次吃，好好吃！哦哦，这 cream 里面有加优格，你有吃出来吗？所以它会比较。你应该不要让我猜，你要应该让我猜的。那、我再吃一下。好，再吃一下，有对不对？有有有。所以它会比较清爽，它不会那么对，不会那么牛奶。而且本来也觉得气散糕会比较。可能会稍微腻，但是加了抹茶就不会那么对，整个都是起司味道，喜欢。你觉得那你给他一个名字好不好？用你的一首歌来命名他，你会觉得他是哪一首歌？我看到他的样子、颜色，我觉得像是我专辑里面的稀有植物啊，因为它是绿色，然后它也是很特别的味道。稀有植物，稀有植物，喜欢吗？好喜欢。你喜欢喝酒吗？喜欢哈。我们的提拉米苏里面有下很重的酒。看看你吃不吃得出来是哪一种酒。好，提拉米苏是我最喜欢的，这三种都是我最喜欢的甜点。其实那个提拉米苏里面放酒会很好吃，因为它的 cream 是。可以被那个酒平衡掉的，酒是解腻用的，而且会增加保存期限，所以其实很多法式的甜点里面喜欢放酒，但这个是意式甜点。还是你觉得它酒味很明显？我猜不出来，猜不出来。我可能是对酒没有那么多了解。这里面放的是 Grand Marnier。它是一个法国的甜点常用的酒，橘子味的，对，所以我们上面有放一片橘子，你会发现好像咽下去之后会有酒香在鼻子里，对，也是蛮清爽类型的。你刚刚说要稍微清爽一点嘛，所以这支咖啡喝起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喝起来像茶的，对不对？尤其是搭配甜点的时候，如果是要搭配的话，会觉得这个豆子搭配可能这个抹茶蛋糕是。
很好的、嗯、对，因为其实不同的豆子我们会按照豆子的味道去挑选合适它的甜点。那这支咖啡它是走那个绿色水果调，青柠、白葡萄这样子的味道，所以我会觉得它用来搭配清爽的抹茶会比较合适。哦，还有这个豆子是带绿茶味的。我现在讲这些，可能你已经吃甜点，就会发现不出来。可是其实刚喝的时候，它是带一点绿茶味的。那如果是搭配其他的甜点的话，我可能就会冲非常重的咖啡，可能用 espresso 或者是用比较浓的手冲。嗯，我们再试试看 brownie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层次最好的一个，因为它有很多不同食材搭配，包括新鲜莓果，然后 cream cheese， 然后还有焦糖脆。跟 brownie 本身、嗯、我想给他们看一下。好啊，你觉得它很美是吗？对啊，你看太美了。可是其实这甜点刚上的时候我是有点难过的，因为它把我的那个海盐拿掉。对。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可以反应一下。要要要，那个是我最喜欢的。是吗？好，我今天重新排序。什么排序？你说最喜欢的。最喜欢的。帮忙、哦、你要拿一小块那个焦糖脆。我刚好要控制一下体重的说。你最近不是一直跳舞？对啊，所以就没关系。但明天要拍东西。明天要拍东西。这个吃下去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你现在吃下去要下礼拜才会出现。也是。你下礼拜要拍什么？下礼拜要拍东西。下礼拜没事。好、oh, 那就好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太好吃。这个 brownie 跟平常我们吃到的 brownie 可能口感 不太一样。哇，它是非常像，它是非常绵密的，对不对、嗯、它不是蓬松的蛋糕的那一种、嗯、而且又适当的有湿度、嗯、然后又不是很湿的那种，就是刚刚好。 对我也觉得它的口感有点像是沙沙的感觉，但是又很有湿度，所以、嗯、哇，好特别的。对，这个是 fudge 的口感，其实是这个配方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，所以你吃到的这个口感是英式的 brownie 很容易出现的、嗯、而且它的甜度很高，所以我们搭配的全部都是酸的水果，黑莓、嗯、黑醋栗、红醋栗，这些都是很酸的水果，它会让那个甜味没有那么腻。新专辑什么时候出来？表哥又在访问我了。我的专辑目前在计划是今年底要发。哦，那对时间蛮短的，但其实蛮有压力的，就是、嗯、歌写的是差不多，但是可能写词、编曲那种混音、后制的那种制作面会花一点时间，然后再包括影像啊。嗯、其实写歌到完成专辑都蛮有压力的、嗯，而且很容易胖。哦、尤其是我因为要一直舒压嘛，一直吃点心舒压，所以就很容易胖。我又很爱吃甜点。我基本上都是在咖啡厅待着、嗯、可能咖啡厅是我的工作空间的感觉、嗯、所以你会在咖啡厅、嗯、可能带着东西写啊，然后编辑音档啊、嗯、之类。这次你是全创作吗？这一次我觉得会比较多跟之前没有合作过的音乐人一起做、嗯、应该会蛮不一样的、嗯、想要有新的火花。对、嗯、可以讲吗？不可以。我待会儿偷偷跟你说。好啊，你偷偷跟我说。因为我觉得其实你这个真的就不是因为我们是兄妹的关系哦、喔、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听你的歌耶、欸嗯嗯嗯、这个我从第一章就讲到现在、嗯、真的就不是因为我们是亲戚的关系，我是真的觉得你的音乐是很棒的、嗯、而且我要笑到我的表哥很会唱歌。他一定要有一天一定要发专辑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合唱一首歌，我们可以合唱一首歌。我帮你写歌，真的假的？那王力也要帮我写歌耶。那不然我们三个来合唱好了。对，我们就可以帮你包办制作。哎、欸，那我也可以访问你吗？可以啊。比如说，因为我记得你有说过之前是想要曾经有明星梦，有对，嗯，但是为什么后来转到
咖啡了。我以前是真的觉得也想要唱歌，可是到后来越来越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没有那个灵活程度去做一个表演者。可能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在年轻时候的明星梦，但是现在专心的做咖啡，然后有很多人愿意听我讲咖啡，这也是另外一种圆梦。对，那唱歌 这已经像是表演，是吼。对啊，觉得唱歌这种事就还是留给你们专业的就好了，我当那个 K 歌之王就可以了。我觉得今天你给我的甜点都是我超喜欢的，是吼，而且是正好，对不对？刚刚好。对，我觉得搭配天气啦，甜点搭配天气，就是今天可能你的心情啊会比较想要，稍微吃重口味一点，对，或者是今天你是非常开朗、非常轻盈的脚步的时候，我觉得啦，对。但是这样讲好像有点太抽象了吼。每次觉得吃甜点的确心情会变得很好，然后真的有在享受，享受人生的感觉，太好了，好啊，等一下再配你的咖啡，配我的咖啡，打包一份吧，要，好哦，真的哦，真的。